哎呀，别跑了，别跑了，娟娟，快出来帮我拦着他。来了。哎呀，别跑了，把东西放下，把东西放下，不许跑。爸，儿子，我搜会养猪，不会骗人。哎呀，爸，您就别抠那墙了。哎呀，别抠，抠坏一点儿，您就得赔头猪钱。哎呀，爸。这房子啊，是我好不容易才跟朋友借的，您就别抠了，还抠，抠自己不赔猪。叔叔，我妈觉得石头是个北漂，可如果有了房子，我妈这心里头不就踏实了吗？你妈是踏实了，可我的那些猪怎么看我？哎呀，爸，您要是不骗人啊，我们俩就结不了婚。对，我们俩结不了婚，您就抱不上孙子。嗯，孙子。啊，叔叔。哎呀，爸。您呀，就记着一句话，这房子是您买的，这房子是我买的，对，可不是借的，没有这句。叔叔，您可千万别说错了，都这个点了，我妈都该出门了。轩哎，轩哎，轩，哎呀，轩，是他，阿姨。快就到了呀！哎呀，别提了，我记错日子了，昨天我就出门了。那你怎么才到啊？堵车呗。哎呦，哎呀，这房子真赫亮。妈，咱这是买的二手房，还得再重新装修呢。是，这房子是得好好装修装修。哎呦，吓我一跳！这，哎呦，辛苦您了，师傅。你爸爸呢？这就是我爸，啊！哎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还以为您是装着。哎呦，你看这爷俩长得真逗哎，一点都不像。妈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的意思是说您脸特长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事，我脸是长，我们村的人呐都说我长得像马。您别听他们瞎说，大马，大哥，您好。哎，你哎，你好。握手就握手吧，您别扣我手心儿啊。不是阿姨，我爸一紧张逮什么抠什么。坐下聊。哎呦，这房子真好，我得拍张照片放在我的微博上。微博？啊，微博呀，就是公开的短信。我拍张照片放在网上，所有的人都能看得见，还能给我回复，特好玩，特别好玩。什么？别玩了，赶紧说正事。说呀。房子是我买的。我知道，房子是我买的。我耳朵不背。爸，说点别的。你为什么咱俩好久不见了？咱俩从来就没见过，这不一直盼着见您呢吗？我叫六成石，你多大了？怎么弄得跟相亲似的？大哥，您别紧张，我这个人呢特别随和，没那么多规矩。是，一看你都不规矩。不是啊，不是。哎呀，不能再客气了，不是另客气出什么？大哥，石头这孩子挺好的。啊，这两个孩子都很优秀，你看你闺女呢，长得如花似玉。我儿子吧，长得虽然不像我，好在也不像邻居。嗯，我随他妈。阿姨，我爸脸太长，血供不上去。不许这么说你爸。大哥，这房子挺长吧？啊，挺贵吧？这说您有钱了。我有钱了。上去说。我有钱了。哎呀，喝着财大气粗的。是，您看你这是打扮，这颜色配的有点意思。皮鞋还是漆皮的。咦，还是高帮的呢。哎呀，是。哎呀，哎，大哥，我听我们家娟说呀，您家收入一般，怎么就有钱了呢？是啊，猪涨价，猪涨价了，我值钱了。啊，不是不是，猪值钱了，因为我涨价了，也不是这个。
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这鞋是没供上去，没事，挺好的。大哥，哎，哎呀，您这地点选的太好了啊！对面就一小学，哟，还真是啊！哎呀，要不然等将来咱们孙子上学啊，就得坐地铁。现在这地铁多挤呀、啊，还不把咱们孙子挤得跟孙子似的。你说的太对了。你说现在这个地，哎呀你，啊，表现不错，真的，石头。趁我妈这会儿高兴，赶紧叫我妈！你以为我孙子赶紧叫我爸？大哥，咱们都是实在人。哎，这房子是您买的，装修就我来吧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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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来吧。我。哎，叔叔，这都假的。我打得疼呢。哎呀，我得帮您参谋参谋。叫妈没成功啊！你说你咋这么笨呢？石头，为了我们的爱，你一定要努力。啊，赶紧叫啊！叫妈妈！妈呀！哎，这怎么去打？你要帮我拿？拿着吧。哎呀，大哥，您不用陪我。哎，我得陪主。你说什么？我得陪你。这墙纸啊不环保，撕了它。这边也得撕了它。对，你把我也撕了吧。您这是哪出啊？房子是我买的。哦，您想自己撕，撕吧。您吃什么呢？谁吃的？妈，您坐歇会儿。儿子，别骗了，着了吧？哎呀，爸，想想孙子，我实在是撑不住了。儿子，孙子，儿子，孙子，儿子，孙子，咱俩这是什么辈儿啊？赶紧去提我俩的事。哎，妹子，哎，你看这个房子也有了，就给孩子们定个日子吧。行啊，大哥。我想看看房产证。放下，这哟，怎么了这是？那个鞋带开了。没鞋带。没有吗？我的意思是问问，房产证上写的是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吗？房子是我买的。哟，您这话什么意思呀？我说这个房子啊。叔叔的意思是说吧，这个房子那个真是他买的，不是借的。没有这句。这一点我深信不疑，对吧？他爸爸这么忠厚老实，怎么可能骗我呢？就是，那我要真是骗你呢？往轻了说，枪毙两回；往重了说呢，拿炮轰。啥呀？给您开个玩笑，来，我给您拍张照片，放在我微博上。照一张。哎呀，脸太长装不下。哎呀，装下了，一二三。哎呦，这微博可太好了，简直就是一现场直播呀！现场直播，石头，这都是欺骗了全国人民呢。哎，我刚写了一条给你们念念啊。今天我看了新房，也见到了我女儿未来的公公。他漫长的脸上写满了诚实，他的名字和他的人品一样，刘诚实。发出去。房子不是我买的。您说什么？妹子，这房子是借的。借的？嗯。老刘，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。是。我说你一个养猪的，怎么干出狐狸的事儿呢？其实吧，其实这房子是借的。哎，你明白了吧？蒙谁呀？我一进门，您口口声声的说这房子是您买的，我一提房产证，立马变成借的了。您要不愿意写我闺女名字，您可以直说呀。您这是干嘛呀？这会儿您得写上去了。这也不是，石头，你说实话，这房子是不是借的？我说，阿姨，房产证上写娟娟名字，我没意见。爸，你这是干嘛呀？娟儿啊，你可得给我做主哎！叔叔，房产证上您可以不写我的名字，
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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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他们两个姐弟房让我跟着编瞎话，你们呐，爸，您就别再骗了，悲剧呀、啊！哟，微博上有人发言，我看看啊，今天我把房子借给一个朋友去糊弄他未来的丈母娘。哎呀，还真有借房子呢！你看，哎呦，很担心会不会把我房子弄乱了。晒房子照片，哎，哟，他这房子跟咱这房子真像哎！哎呀，哎呦，你看那桌子，哎呦，桌子一样的，这是沙发也一样的，就这墙纸不一样，这墙。你撕的？这房子真是借的。妹子，这回你相信了吗？我说什么来着？我说什么来着？做人呐，就是要诚实，不能骗人。说实话的感觉真好啊！房子不是我想买，想买就能买，让你明白，让你明白，他们俩把我害。这个。哦，娟儿啊，妈，走了。妹子。娟娟，娟娟，娟娟，石头儿，我走了，我得去找一个有房子的男朋友，你去找一个不要房子的丈母娘吧，娟娟。哪怕全世界都反对，所有人都用板砖砸我，我也不离开你。我就用这些板砖给你盖一座大房子。妈，我爱他。妈，房子不是家，用爱才有家。房子我买了，找炮轰呢，这不是房子的事儿，我生气的是你们骗我。阿姨，这全是我当妈的当然希望女儿找一个条件好的，可是更重要的，她得找一个用心来疼她的傻小子。阿姨，我傻？我用心疼她，我向您保证，我一定好好努力，让他过上好日子。阿姨，阿姨，阿姨，还叫阿姨呀？妈，我就让你叫啊！阿姨，我是让他叫你们，你叫叫我，妈，哎，爷爷，我们要结婚了。孩子，妹子，还叫妹子呀？哦，亲家。哎。